现在还是佛系恋爱吗？对啊，所以说你一直都是母胎单身。我最近脱单啦，给你介绍这个游戏，我们自由社交，恋爱多样，你甚至可以撩小姐姐。如果遇见真爱，不要犹豫，把握机会就能收获爱情。穿上情侣装，来一场浪漫约会，不出门也能体验恋爱生活。哇哦，这也太棒了，我要试试。浮生未尽歌，与你缤纷一下。